我的世界发生了奇怪的变化。岩浆这个物品，它可以给玩家治愈，血量直接恢复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么多玩家如何进行极限生存 PVP 呢？好，拿下我们这个新手大礼包。哎，走吧，把这个敲掉。哦，甘蔗我是够多的了，我现在要搞的是皮革。我们得为我们的前途着想，搞多点皮革去啊！必须得附魔啊！这个只有一排血，到时候我们必须得附魔呀！那不附魔，那不就完蛋了？我就是要大皮革！来来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开始来挖矿，疯狂的挖矿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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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哇，挖铁自动燃烧，新科技呀！新科技，新科技！哎，这时候有老铁问了，挖矿，我去，虽然可以免烧了，但是我们的经验去哪里获得呢 ？OK， 这时候不要着急。Oh my god， 我们的经验发生了什么变化？天哪，这就是挖宝钻石的附魔，那不就有经验也没用吗？我们去哪里附魔呀？所以说现在一定要挖钻石啊，搞附魔台呀、啊，要是没有附魔台的话就很尴尬。Oh no！ 钻石呢？真的好难呐、啊！什么？你没看里面的背包？我的天哪！怎么会多出了一个钻石块？来，开始撸 ！No！ 我都快撸掉了，你给我打我一下子！丫的，别来沾边儿！我告诉你们，死得很快。哇，爽！好，现在我们去洗个澡，看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。Let's go！ 哇哇！我能做六本小书。那用这个书的话，我来搞一搞东西啊。这四个钻石的话，肯定是要搞钻石剑的，这不用说的。钻石搞，锋利。哇，锋利翻！铁套自由，好吧，我去多搞点铁去。我们来一波铁套自由。欧巴 ，nice！ 早知道不给他们钻石了，我靠，我自己的本事也能挖到钻石。哦，什么声音？那不是岩浆的声音吗 ？OK， 谢谢。哎呀，我们实现了岩浆自由。Let's go。爽，可以。哎呀，这铁太爽了！我把这些铁撸掉以后，我就开始附魔了。OK， 走。赶快上去，我已经看到人了。Hello！ 这里。哎，你咋没附？哎呦呦，你咋没附魔呀？再说，钻石狗钻石剑。哎呀，装备挺齐全的，装备其实啊，胸甲。OK。Oh my god。OK。波动。OK， 你们岩浆吗？再说，No！ 不行，是不是就我穷啊？我装备，我都钻石套啊！啊！乐！
哎呀呀呀呀，跑了跑了，落锅呀，落地岩浆，送人头子。别上火，别上火，退游戏吧，退游戏吧。哎，四。哇，我的血，哇，那是卡了 bug， 所以被一直卡服服的。再见，来事。OK OK， 来升级玩法了啊，就当俩人了，好吧，开始。啊，这是击退键吧？这是，怎么这么能控我距离？耶、yeah, 结束了。好了，那么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如果大家喜欢看今天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个关注，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